长相啊，比如说长得好看，或长得不好看，或长得歪七扭八的。哦，那如果长得不好，反了吧，反了吧。哎、欸，你住嘉义嘛？嘉义相对于台北比较热了，比较热一点。对，这样你就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金虫奥运杯主持人陈伟杰医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牌得主，我是邱医师。优秀，不优秀？优秀，优秀。算了，你先讲，你先讲，到底有什么要比的？好，好，那根据金虫奥运比赛里面，我们最少有五个评分的项目，然后判断这个两亿里面到底哪一个是最后的金牌得主。第一个就是数量，哦，那当然一定要人够多，你比出来的才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才真的金牌嘛。不然再叫自己比，你永远都是自己金牌。第二个是长相啊，比如说长得好看，或长得不好看的，或长得歪七扭八的。哦，那如果长得不好，反了吧，反了吧。长得不好的，就有时候也不容易受孕，因为它可能精虫上面的一些活动啊，或者是它的一些DNA 都会是有些瑕疵。这里我要平反一下，我觉得陈伟杰是帅的，按加一，按加一。觉得罗志威是帅的，按加二，按加二。如果觉得我们两个都帅的，按250。那再来说活动活力啊，哦，那这个金虫会不会有很多的会不会一直动啊？有没有办法游到我们那个深处跟卵子结合？这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再来就是冲刺力，那这个金虫它虽然很有活动力，但它是往前走，还是往旁边走，还是原地一直绕圈，也是我们评分的项目之一啊。那再来就是存活率啊，哦，这个金虫如果它没有办法。他的半途而废啊，前面冲很快啊，跟龟兔赛跑一样，他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面，没有办法存活到最后面，或者是中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死掉了，那存活率低也是会影响我们金虫的品质。所以你五项都比完了之后，才有办法得到这个金牌。那第二个是不是一定要品质最好的才能胜出？其实有时候就这样，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运气，因为。一堆人虽然都很优秀，但有时候刚好他们运气差，绊了一下，中间被人家抓到一下，起跑点比较对，起跑点被人家送的比较进去，因为那不是同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差异，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金虫会拿到第一名。那有时候也很好笑啊，会有那种双爆的情况出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可能同时得到双金牌，还是有可能的。对，就双胞胎吗？对啊，双胞胎啊，有时候还三胞胎，但是，哦，那个这个几率很低嘛，所以是不是品质一定最好才能够达到第一名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有时候要看你竞争者。竞争者是我想的，所以我想你那届应该是竞争者很少，没什么竞争者，就像你为什么那时候进泌尿科一样。哦，所以还是要看当时的状况而言啊。季节到底会不会跟金虫的数量有关？哎，其实还真的有人做这个研究哎。他会找一些人，每个季节给他测。那不是大家猜一看哪个时候最多？秋天。秋天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踢球。因为他来踢球嘛。其实人家都说踢球。对对对，其实最主要还是跟天气有差异啊。你知道蛋为什么要露在外面？因为不是为了让人家偷看，不是。最主要是为了让它散热，所以天气越热的时候，的确金虫品质看起来是会被影响到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数量，喔，就可能会有一些差异，啊，但它不是那么的影响那么巨大。那当然，根据不同研究有不同的数量差异，甚至有到差30%的，就是冬天跟夏天差30%。那另外，喔，就是这个阴囊的温度有没有影响这个金虫的长相，也是有啦。因为如果蛋越热啊，它制造环境越不好，啊，就是金虫它的产地，它的产地。一天到晚被它煮，让它们长不出好的东西，所以这有时候就是，住嘉义嘛，嘉义相对于台北比较热，比较热一点，这样就占地区。对，那如果它越热的话，它活力其实也越差，哦，它太热就是被煮到熟就不会动。对啊，你看它是用文艺的方式前进，啊，所以这种那它的活力不好，当然它冲刺力相对也会差，那甚至有些被煮到死掉，就一堆就变墓碑，就拜拜了 ，say goodbye， 一堆虫出来，但是都是死虫。对，所以不只是数量有重要啊，就存活率也很重要。对，所以季节会被影响，会影响。那还有很多东西也会影响金虫的品质啊。那譬如说举几个最简单的，抽烟喝酒，这种大量抽烟跟喝酒，这种行为就会让你的金虫品质变差。还有另外就是肥胖。哦，糖尿病吗？没有吗？对，这主要像这些因素都会让你的
精虫体质不好。为什么肥胖会影响？因为肥胖太严重的时候，其实你的雄性荷尔蒙会降低，嗯，因为它会被转化成女性荷尔蒙，所以相对而言就会产生一些男性女乳症啊，可能阴茎稍微比较小一点啊，或精虫体质比较差。对，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是什么？就是你都穿什么裤子？我像我都穿宽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穿宽松比较好啊，因为这样才放得下我的胸肌，就是啊，因为宽松的裤子哦，跟紧的裤子，也有人做过研究，他找一群人去给他穿紧身的子弹型内裤，跟譬如说篮球裤比较宽松的，他们就是穿三个月换一次，就发现只要穿紧的这时候，那他的长相都特别的丑。精子的长相跟数量都特别的少，因为受到温度的影响。对，因为它把它闷住嘛，所以如果一天到晚都去泡温泉，会不会有影响？可能会有点影响啊。嗯。所以像我们在门诊最常见叫他们要增加精虫品质，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冷敷，敷蛋蛋。拿那个退热贴是？退热贴。贴贴2块，刚刚好。左边一颗，各一颗。对，那蛋蛋要花钱。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准备一个脸盆，里面放一些冷水。你每天洗澡的时候，在里面给它做个15分钟，把你的蛋蛋完全的浸润进去，让它降温一下。嗯，对，但你不要把你的蛋蛋贴进冰箱了，可能会冻伤。冰冻蛋蛋，那冰块死。医生跟我说越冷越好。当然有一些疾病啊，你会影响到，像是一些基因的缺陷。那男生有些甚至会有一些精索静脉曲张。精索静脉曲张也是一个非常常见，在会影响男生精虫的品质。那你的蛋蛋的上面的那个静脉回流不好，然后产生一些毒素去毒害你的蛋蛋。大部分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种病人都是不是自己发现的，因为男生通常不太会自己去玩自己的蛋蛋。通常谁会玩蛋蛋？另一半。对啊，你通常这个习惯是不是？通常会去接触到，其实我们在门诊遇到非常多，发现睾丸有问题，或是发现就是说蛋蛋有问题，大部分都是另外一半发现的。因为另外一种痛处，就像是陈医师也很常帮很多乳癌的病人发现他们的病灶是用到了，因为这个必须要做到常摸就会常摸就有经验，这种叫做什么？久病成良医是不是？三折功成良医之类的。对对对。请问医师，常喝可乐会杀精吗？可乐肥仔快乐水怎么会杀精呢？肥仔快乐水就是让你快乐的啊，没有啦，因为真正的要杀精的话，是你把精虫丢进去啊。那应该，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在可乐里面坏坏吧？买可乐只是一个行为而已啊。常穿紧身裤会影响精子活动力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以前没有讲过嘛，因为常穿紧身裤，然后常穿一些贴身内裤，那当然你的阴囊常常把那些精虫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，它就容易被烫死。很多男性会习惯将手机放在裤子口袋，这样的电磁波会对精子造成影响吗？应该，的确有可能有这样的研究，是说手机的电磁波可能会影响精虫的品质啊。但应该是指说你把这个手机哈整个贴在这边，就是你长时间贴在这里，24小时跟都不离身。那请问你这样子戴手机要干嘛？你要不接电话？他接，要向你接电话。嘿，这一餐我存了3个月，一定很浓。禁欲时间越长，精子品质真的就越好吗？当然，刚才前面就有讲过了，精虫品质并不一定说你存的越久越好。那大部分我们在那个性行为之前的2到7天禁欲，那这样子会确保精虫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况，没有太多存太久。对。等到死的那些精虫，我相信存太久弄出来一定特别的浓。对，只是那些浓是不是有用的？就是活人，我闯不到不一定，真是一群废物。等到死掉了。对，经常床战就能增加受孕率吗？可能是啊。好，那最主要，如果你大规模来讲，每天都做跟偶尔做，受孕率当然是会比较高。但最重要是什么？次数取胜还是用质量取胜吗？最重要就是像他一样，他会算得很准。该做的时候绝对做。常自慰精子数会变少吗？精子数会变少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对。那但你常用，你每次一天用个2、3次、4、5次，你到最后你当然会越来越稀啊。但是我们的精子它其实就是会一直在每分每秒都在产生，所以并不是你变稀了，而是你先把它用光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变少也没有。所以就是
不是说所谓的弹尽粮绝，那只是暂时的。那你短时间内靠它精疲力尽，当然是会比较少。但其实用尽废退嘛，你多操它，它还是比较有功能。长靠枪精力难免会越来越稀，一般男性是不是经过一小时就能补满弹药了呢？一小时，应该是说不是补满弹药啦，因为其实精虫一次被制造出来，它就是整颗睾丸，它很多地方都可以制造精虫，所以它就一直源源不绝在补。那你总不可能一次榨干它所有的弹药库，所以它弹药库假设它有储存有50次的力量。所以你不可能一次就把它敲完，所以你如果短时间内狂敲它，敲到整个弹药库清空，那的确需要比较长久时间，那就不会是一天。精液富含高蛋白，可以生食补充营养吗？这个有点难了。生。精液里面当然是富有很多蛋白质啊，但到底能不能生食或是？我想请问一下，有人是熟食的吗？有啊，就煮一煮啊，勾芡、啊。还是你想要吃几分熟？哦，蛋白质，那理论上只要是蛋白质吃进去，人体都有机会吸收，那也可以补充营养。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正常的食用等级的？食用等级，我想生食等级的，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它熊，它是纯天然，纯天然的，而且有点雄厚，经过污染，对不对？那有人皮肤会对精液过敏，不能颜色吗？对啊，的确之前有少部分的案例，它是被精液碰到。那当然我们就说精液里面有蛋白质嘛，那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为是从身体出来的，对，因为它是天然的嘛，纯天然物，所以其实还是很多会让人体产生反应的抗原。对，那是从身体出来，那过敏之后就红肿啊，然后呼吸困难啊。所以我记得你之前有一个就是说过一个，然后他就说他快死了，我的病人嘛，对。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案例出现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